总，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办派对的？成功预订希尔顿总统套房及配套服务。你这个虚伪的男人，表面上给我卡让我随便花，背后每一笔钱都这么斤斤计较。我办派对花钱，我是为了玩吗？我办派对那是为了拿下秦彦飞呀，我。我计较的是钱吗？我巴不得你多刷一点。啊，那你生什么气呀？交杯酒好喝吗？你别误会，我那个交杯酒，那会儿我是毕小然，我不是我，不是，我是为了跟他一笑泯恩仇，这不是为了拿下版权吗？老秦他喜欢谁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跟他完全没可能。你别生气了，我保证下不为例，再也不这样了。赖总，正一，依依，你怎样才能不生气呀？看你表现。就这样。调皮。Q 还不够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是电动小马达吗？啄木鸟，属啄木鸟的。你不生气了吧？这次就勉为其难的放过你。感谢公子大恩。